挂职央视春晚副总导演的赵本山日前非常忙碌。12月18日，赵本山新剧在铁岭开机，赵本山穿着鲜艳的羽绒服，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现身。至于本山大叔是否会上今年的春晚，赵本山笑称保密。另外，小沈阳和沈春阳将在戏中首次饰演夫妻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就住在这个村儿，我是这个村儿。